日本要比较好，所以台湾买不到。哎，奇怪，在日本有一阵子盛传它根本不能来台湾，那为什么？因为它里面有一个东西叫二氢可待因，那是我们现在有些阿嬷们一直喝一直喝的成瘾的原因之一。今天晚间八点，请你跟我这样过，超市33频道。